然后打不赢是你没来下打没打才打不赢。没有，刚他们都有大，我们都没大，就是打不赢，我们就弄一弄去投球。你要事后诸葛去这样讲是没错了，说实在的，不是事后诸葛观念好不好？我就知道你也没讲啊，你也没讲啊，那你弄，那你这么弄，哪里打不赢？你把那个皮卡，把那个火兔揍死，我们就赢了。哎、欸，来啦，我去投球了。你去走，你走，靠北，我这边揍死。啊！你被揍死！抓、啊！哇！还在追，还在追，他们很爱追我。很凶，很凶。好，来来来来 ，Come on come on， 来来来，三幽灵的，哎呀，刚如果是赢了就会夸奖了啦，哎呀 ，Come on， 卡诺卡诺卡诺 ，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 哎，还可以推吗？还能推吗？还可以，我叫起来，一起死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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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可以这波可以这波可以 ，Come on， 投球投球投球，输雨啦，这个悄悄，一次敲两只，我最爱，这个悄悄。第一次敲两只，你赶快回去吃啊！吃我们经济干嘛？对啊，这干嘛？给小鹰啊！碰碰，我要七等，七等我才有办法无限的回血。哎、欸，火兔哦，看来你是不懂哦，火兔。哎呦，要跑掉，有料。喂，盖有卡比兽。完了，我没七等，还没得回血。啊，赶快弄啊！为什么不弄？再弄啊！这个不要给他吃啊，我先帮他打而已。干你好坏哦！哎、哦欸，他吃走了，是他吃走的，陈浩吃走的。四爷，你真的很扯哎、欸！不是，是你吃走的。我就说我帮忙打就好。哇，你这招借刀杀人，你这招借刀杀人绝啊！什么借刀杀？我靠，别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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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路直接崩 K。哇，吐血！我借刀杀人，借刀杀人啊，绝啊！哇，一绝。是啊，这一套哇，智野，你刚刚就直接跑掉就好，你要去送球哇！天哪，哇！二十秒，二十秒，智野赶快上来！干你娘火兔，你他妈的！哇，我死了！一套你直接 KO！ 哇哇，我们也直接一套直接死！哇，是啊，怎么烂？对啊，这是手机版，你就不应该去打野的吼！啊！我不应该打野，就是他不应该打野的啦。对呀、啊，反正就是你不该我，或是耿鬼打野都比你这打野更棒。对嘛？你打野，真的？有血？不会玩？还有血？不会嘛？在干嘛、啊？对，还有血？算了，打不起了。你们连在塔里面都撑不住，赶我屁事！赶我屁事啊！快点啊！啊！你们在塔里都撑不住，干是赶我屁事啊！不是啊，我们本来就不好守塔的、啊。推到怪力喽，怪力 QQ。哦，还能起舞吗？起舞不了啦。哦，树海要降临了吗？你那个大局是最没用的。哎、欸，他那个控到人也是屌屌，干完了。沙奈朵，我靠，我被他们卡墙束脚，低能卡墙束脚。拜拜，我看差一点。拜拜，嘣！哇，各位观众啊，看到没啊？啊，各位观众。有没有看到？半天没看到啊！我各位观众看到没有？怪力开大，直接被我完美的头球闪开，砰敲起来！哎、欸、哎，百发百中啊，百步穿杨啊！干你娘！你怎么打不死啊，兄弟？在下路干嘛？哇！你们在下路干嘛？我们在下路快死光了！别死啊！开大，我没开大，谁要打上路啊？多多嘛！我在上路顾得好好的。我以前玩什么？玩什么出名的？玩勇出名的，各位还记得吗？
啊？还记得我吗？老师吃饱饭了吗？还没。哎，上路啊，在干嘛、啊？推一波。哇，还在推一波，啊、天哪！哎，耿鬼，我们自己 rush。哎，耿鬼，耿鬼，耿鬼，我来啦！推一波大师，耿鬼空大干。天哪！我敲。哎，他真的很会跳哎、欸。回血，推进来回血。哇，耿鬼又去送啦。干啊！你们上路不是要乱一波大师吗？不是啊，耿鬼就回去送啦，我就不知道他干嘛，这一定没办法打的、啊，我就不懂他为什么要冲进去。那你还要不要下来？我怎么下来啦？我这个路怎么他进去，然后就滚灯了？耿鬼不下来，耿鬼整个有点逊啊。哎，不是啊，这伤害会好打死、啊。我吗？我杀了有开到，我们听不见，我要开到树海降临，砰，再推。再敲，再撞，我在树海降临。不是啊，我一直被卡在上路啊！我在控，我敲，我在控，砰，有没有？他妈的，你是跟我说没用？他妈耿鬼不打伤害哦、喔？为什么自己自己那耿鬼卡卡的、啊？我看到那个我控了两只，然后他顺了一下，拜拜，不顺第二下。你是空招了是不是自己？我怎么知道那个顺没顺到？有我顺到啊！哎，快打骆驼姆啊！打暴士龟啊！快打！你们快打呀！耿鬼为什么不来 rush 啊？我快点来 rush 啊！自己说干复我！我这波看起来是不能开大了。不要开，不要开！砰！再一个。砰！哎、欸、靠！我进去根本就是 Ghost 直接 KO 起啊 ，Ghost！ 哎，看嘛，什么意思？砰、啊！哦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各位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我先走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Cover 啊，巴迪！卡巴迪，巴迪，巴迪！哎，你们这么自私哦！哇，巴迪呀、啊，怎么这么逊啊，巴迪？速脚哦，是个速脚，可以跟卡比做强撞在一起。三十五秒，好多球，快捡快捡！我们的陈浩飘飘的那个球都在我手，在我身上啊！补血补血。九尾在干嘛？九尾完了，九尾一定被跳的，果然发现根本搞不到人呐、啊！哇，九尾要死去了，各位！哇，各位啊！搞他！我直接放了，我直接放上塔了，搞他！耿鬼，我看到了、大家，他们要闪电鸟啊，聚集在一起啊，各位，完了，各位啊，上路有捕蚊灯啊，耿鬼，这边有只，这边有只，我控到那个，我被推走了，我被推走了，控到 AD， 控到 AD， 快来帮我打啊，我控到 AD 了，有 AD 死 ，AD 死了，卡比兽开大，不要屌他，我收了，我收了，我收了上路的。我们赶快打鸟，赶快打鸟啊！赶快打鸟啊！我在打啦，我在打啦，各位。这边有只怪鸟，我直接开大 rush 鸟鸟啊！快来啊！我在打鸟鸟啦，各位，各位啊！我死了，我抢到啦，跑啦，兄弟们！快投球啊！快跑啊！快跑啊！快跑啊！巴迪们，巴迪，赶快投啊！赶快守塔啊！干什么往前冲啊？干完啦！干！我在等这个九尾，不该等他的。哇！巴迪，我死了，我没办法了。完了。耿鬼在干嘛？我投完球啦。他为什么不回家？他投两次啊。黏住了，被黏住了。他投两次。你为什么要投两次，巴迪？因为他投两次，所以卡比兽跟怪力投进去两百。你投两次，你投两次加起来几分？难道100分大于200分吗？确实，我刚投了100，我看一下下塔。180分呢、欸？不是啊，那你多了这80分，难道会大于他们这200分吗？啊，我说，下次不投球了，下次不投球了。那看嘛，我们就没人了嘛，没人你肯定是不能去投球的嘛。好了，我的错。那肯定是你的错嘛。好了，我再去投。他躲了一下，你快去投啊！你快投啊！跟着耿鬼啊，发到 him 了。我不进啊！甩王牌，去死吧！靠边嘞！哇，擦一下，还睡到电报了。四
十七颗，哇，好险！他炸开，他炸开，他炸开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所以到底有没有赢？啊，不知道，还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而且你不说下路投了180颗，啊，为什么没？呜、干！哇，干！视野每次都让我们陷入很恐慌之中。赶快 MVP， 一分。哎、那是不是我投的？是不是啊？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干嘛、啊。你不去投，你守住，他妈还不是赢？而且赢得很惊险呐、啊！